叔叔，你来看我了吗？带的什么好吃的呀？给我看看你带的什么好吃的。你怎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？我现在好饿呀，我要吃你的手指头。手指头我又吃不动，我怎么办呀？我不和你玩了，我找妈妈去了。走了，再见，不和你玩了。哎呀，妈妈，我好饿呀，怎么办呀？我好饿呀，我好想吃面包，吃橘子，吃香蕉。哦，好馋呀，我现在好想吃好吃的。来来来，小可爱，我这有面包，你先吃点吧。谢谢姐姐，就是这面包太少了，我怕我吃不饱。咦，我叔叔过来看我了，他这次给我带了一个大面包，这次我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哎呀，真好吃，真香！叔叔，一会儿我吃饱了，给你表演一个猴子摘桃，好不好呀？